情冷暖，愈分愈袂清，世事往往最后才看会明。是要违背咱的约束，我家己想要加争取一寡营业甲安安做伙的时间，就算是加一秒钟也好。我毋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想讲，无，抱恁母仔囝吼，单独做伙，我来外口小过一下。来帮忙吗？大山。妈妈，这久无甲你穿内内啊吼。妈，啊，你拄只抱起哪来？天哪！叶如意，你底下做啥？你真正是冒变阿滚的，阮大家行到倒，你有地到倒？我你即摆是安怎啊？阁想要利用阮大家来找来爸麻烦啊？不是啦，叶如意，你嘛较拜托的，竟然替阮大家倒背囡仔，你真正有够假！你老实讲哦。你今仔日一定受空受胖，才给阮大家。你到底有啥物无对啊？纯纯啊，你误会啊啦，唔是安尼啦。啊，是如意吼，伊拄则要去化妆室啦。啊，看到我伫咧遮吼，甲囡仔画尿珠啊，啊个，佮饲牛奶啊，足无闲个，伊毋知你来甲我斗相共。妈，我真无想要关系真心，还是假意？惠弟，我就是无解看到这个查某一直甲伊念条条啊！叶如意，你即下要搞出去哦！啊，不过囡仔还袂好啊！阮大家代志要家己斗相共，唔免你加步啊！囡仔好啊！你犀利个啦！你安尼个囡仔惊着？我跟出去无听到是无？出去！好啦，我出去。你较细声个啦！你安尼个囡仔惊着，我出去。莫名其妙。乖乖。妈，啊，这囡仔敢是叶如意生的啊？莫一时唔敢想啊，啊，拄只是跳过来甲伊留言。无啦无啦，伊真正是好心啦。好心。我的美色就是伊害的，你讲我这款人好心？哦，爸爸乖哦，乖乖乖哦，哦，拄只迄阿姨足恐怖的，对不？互你惊着吼，嗯，来，别惊别惊，好。妈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好一摆啊。哦，好啦，啊，无紧啦，我抱来。哎，不要紧，不要紧啦，我抱啦。啊，护理这个囡仔，顾水顾水啊，嗯。而且我做美颜，看遐大包细包，拢无甲你斗相共啊，对不？行行行，食饭，食好料的吼。
后来是准备考海事的是吗？你哪里讲啦？当恁外下伊哦，足心意邀请我来参加游会婚礼呢，我哪有可能袂来？搁再讲啦，恁爸伊挂休，搁即马还袂转来，我袂应该甲安安囥伫厝的呀。妈，你哪会安尼？做代志拢顾前无顾后啦。啊，你拄则敢无看到？如意考袂得，想要抱安安迄表情。我真正是哦，惊伊今仔日若无说伊，情绪控制袂调，话讲，哎，妈妈抱，妈妈笑，妈妈唔甘，安尼无说伊，甲安安的身份泄露出去，我伫咧等甲甲病院，所有伊坐到乌有去，你知无啦？我唔是超工的啊啦，我哪会知影？你甲如意两个人今仔日拢会来？好啊，什么拜托你好无？你即嘛甲安安带转去，你若阁继续坐落去。我真正惊啊，如意，两杯酒饮落去，控制袂到，家己全拢讲出来。好啦，我知啦。其实拄只吼，我嘛足危险的呢。伫个育婴室的时阵吼，我无细力用纯纯，看到如意伫抱安安。你讲啥？你放心，你放心，伊无吼想去别个所在去，所以即卖已经无代志啊。啊，规条人管安怎讲啦？拜托你，你先莫紧甲安安带转去。你若阁继续留落去，我真正心中会嗲起啦。好啦，啊，我等下带安安哦，来去跟恁外下阿姨拍只招呼，我就随来转啦。好啦，你先别紧去啦，脚面喘喘啊，无看到你转转去，又阁开始去星期几啊？好啦好啦。自你顺利嫁人杨家了，都用严格趁红背。有一天，我一定让你落井下石。大风。你也来这哦？跟你同款啊，心肝来郁卒，去来这讨一下气。谁跟你讲我心来郁卒？卡安怎讲？你跟李有辉嘛有二十几年感情啊？今日你看会嫁有别人？来吧，我对李有辉哪个有任何感情？我今日就袂来饮一杯喜酒。我叫廖尊，你是专干要来闹场的。我今日来是看到杨家还佮杨爱梅面子呢，这佮李友会一点仔关系都无。熊来发，我看你今日佮如意不佮安尼啊，真热笑。老婆，过去的种种。我看几下，其实今仔日我甲你同款，咱老同学有要求默契。杨家这个豪门世家，确实真值得好好来往。你要甲杨家牵亲姻亲，你会看人见人唔肯。格看作讲，咱拢是二十几年的老同学啊，敢有需要安尼大家见面，提供一款三个来针的话？老同学，我金大风一世人，后两个人还阁上凄惨，一个叫李有志，一个叫李有惠，这两个人拢是我的老同学。你要伫我面头前要阁提起老同学这三个字，因为这三个字对我来讲代表完寿人。我甲伊无同款，其实之前你嘛知影。过去我有游子去，有甲真忝，我心肝还对有真多怨恨，所以只要你肯，咱会合作。
跟你合作。嗯。你看你家己，自从你有金甲挂出来了，你就孤立无援。要我，虽然我做当家囝婿，也毋过煞去踏着如意这个地方，根本就无法度好好发挥。会用讲咱两个人啊，拢真需要一个会用并肩作战好战友。既然恁两个人的处境这么僵，为什么不能合作？搁再讲，咱当初也是约好啊，要避开什么人，先爬去你迄楼仔顶上悬的所在。虽然讲兄弟爬山虽然打拼，不过为着要达成目的，也是要互相牵绳啊。无唔对啦，你金大风过去是哥哥在上的金大少爷，想要爱啥就啥。也即马咧，当一个人失去一切的时阵，才会当偷偷去了解、体会着这社会现实、人情的冷暖。所以你即马应该当亲身体会着，参像我这种无钱无势小人物，为着要一路爬位顶头，所爱付出代价也好。大风，金大风，其实咱两个根本就是同一种人，为着要成功胜过一切，这只不过是你的命较好尔。当初你是感到金汤匙出事又该安怎？到尾啊嘞，也毋是一张空。你若想要东山再起，敢那靠杨爱梅一个人是无够的。我唔免靠任何人，我都会用成功。坦白讲，你即摆才给杨爱梅，得靠我当初放射如意去抓纯纯的艺术同款。你讲，咱是不是同一种人？几年交情，真正不是骗人。咱三个拢有志一同啊，走来才吹风。大风，咱甲伊理有志无同款，一步一步爬去你顶头，这是咱作风。也伊理有志，我看伊是因为有家的大刀，坐到头壳会戆，才会为家来。应该比起来，人是你较重呢，是来吧？过去你伫用心计较，想要为顶官爬，结果呢，互你做到副院长，阁是安怎？今日宴会上，你竟然连家己的亲生囝你都唔敢认，你是有够悲哀呢！你要做我警告你，我即摆想法已经无同啊。后界，你若是阁插手我甲如意的代志，我是绝对袂阁再结谈了。你做你尽量，卖客气。啊，你若果我知影你继续欺负如意，我感觉袂对你留情。李有志，讲话卖这良心啊！今麦在路上行一半尔，光光卖你这 case， 无到最后，唔知是上输上赢。无唔对，我甲大部分什么人会想爬起咧楼顶上悬的所在，我唔知影。唔过绝对唔是你李有志。做人哦，那年龄轻余力拢用歹顾，那你爬愈悬，只是摔愈忝。大鹏，刚讲你爸爸就金鸡，看你有资格你继续摇摆落去。
拍摄吼，囡仔伫爱困啊，我已经带伊来等。是嘞。妈，我替你叫车。哦，免啦，我送亲等你啦。爸，没这麻烦啦。是啦，亲家啊，我家己来等就好啊，免麻烦啦。没麻烦啦，反正我本来就有代志要先离开，又搁顺路，啊，大家亲家待，送者应该啦。啊，搁再讲，亲，你搁带一个囡仔，搁揸这么侪物件。这个车嘛不方便啊。妈，我看阮丈人在安尼讲啊，你就坐个车转去啦。亲家，多谢。啊，行嘛，免客气啦。啊，就是啦，等下要甲尤当叔讲起。好，阿仔。来，谢你哈，领导大家哈。谢你哦。阿爸，阿这就是去倒了，阿拢无看人。好啦，阿出去外口透一口气，阿拄着金大风，阿个李有志老同学，给过两句啊。各位贵宾，今仔日咱新娘啊有会，听讲小学时阵捌参加合唱团，得了冠军。今仔日合唱团的重要成员黄金六角拢来参加婚礼。咱就新娘一个惊喜，请黄金六角上台跟新娘合唱拍照。令大姐明明知影内面有金大风，是头盔票我拍好。黄金六角，请准备。新娘人会好无？都要看恁大家有经验无？感谢亲家哥啊，要有新娘这个好意。要我大家拢知影，这个婚礼的主角是新郎甲新娘。假使阮黄金六角爬起来，等到伊唱落因的光彩，安尼就好啊。搁再讲，要做男女主角机会，一世人啊一摆啊，恁讲对无？所以即摆，我代表黄金六角，将这个礼物回送予亲家一家伙啊。咱即马以热烈掌声来欢迎新郎甲新娘全家伙啊，欠许一领全家福，好不好？恁娘你家己去，我无想要。阿你唔去，现在叫做全家福啦。既然大姐无想要跟咱去，无咱就该当作已经嫁出去啊。唔知道大姐是不是愿意甲本副院长因一家人去一张相？李管家，你应该要好好感谢阮大姐哦。若不是一到三更，你可能无机会跟你的后生去吃相哦。我看哦，找一个较有闲的时间要翕就来翕啦。来，敬酒的时间也差不多啊，啊，大家来敬酒啦。婚姻啊，终身无解的完美结果，嘛嫁了伊想要嫁的人，你有啥物好吐槽的？今仔迄婚礼你也不是无看到啊，那即款办事哦，又会嫁起快乐。可是哦，这都是伊要爱啊，我想啊，一定会快乐。因为个性我是真倔强，自细汉拢安尼无要认输的，什么一定要争个赢。啊，真正我坐到物件是伊的时阵哦，嘛不一定是真正伊要挃的啦。啊，代志拢已经到这个地步啊，咱做爸母会当做的啊，都是伫边啊关心伊。等伊有需要的时阵哦，互伊有一个后头厝会当挖空，安尼就会。我是怕伊这个性这么倔强，就算讲有偌大的苦吼，伊嘛是家己吞腹来。尤其是迄大哥啊，
一直得到有会做对头，现在又跟大鹏在交往，以后更加不知道要怎样对付有会。不急啊，你看大鹏跟艾米做会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龙啊，我想要讲啥，你嘴里讲，别考虑。我是跟大鹏的哦，想法不安尼啊单纯。所以离开金家了后，伊为了要成功，为了要达到伊目的，真侪时阵拢是不择手段。哎，讲起来，伊是有目的的哦。大鹏今日有法度在生意场甲竞争，迄拢是靠杨爱梅哦出钱出力的。所以我若无用着，伊是想要做杨家的囝婿。安尼，伊要变成义父也继父啊！哎呦啊，那大拢要算过去温暖哦，那算未煞。好啦，莫想遐济啦，哦，这都是囡仔伊家己的选择，咱嘛敢若会当照顾伊。嗯。好，请安嘛。你们开车，玉芬，我先来走。玉芬姐。有位今日态度实在真歹势，以后我找机会搁甲伊讲，你莫见怪呢。免啦，这甲你无关的，我无可能心烦的。而且今日啊，我嘛总欢喜会当去参加这个婚礼。好了，啊你拢莫为着有位代志来烦恼啊，我相信啊，伊有办法应付的。啊，嗯，来走。我是安怎带大芳去参加你的婚礼？因为你跟阮两个人真正结婚对无？我都无反对艾米甲大芳来哦。啊，你什么身份？你有什么资格反对？安尼讲起来，我应该有资格反对啦吼。爸，中华，啊，你这摆敢是艾米互相看啦？我是咧替伊命设想，今日我看迄金大芳吼，我愈看愈感觉，毋是一个真好的对象。爸，我的顾虑嘛甲你同款哦。嗯，我反对吼，伊面甲金大芳咧来往，并无表示讲你会当踮遮插嘴哦。爸，歹势啊，阿玉慧毋是调工的，阿是伊毋对啦。我先带你来。妈，中华，你现在是在讲真的吗？你真正反对艾米跟大芳来哦？我是为着艾米也好的。爸，我不是囡仔，我知什么是对我好的啊？刚刚我不用对家己的幸福。无唔对啦，你唔通无在条管后天，都想要管艾米杜晓。我是伊的老母，我绝对挺伊到底。为着我查某囝的幸福，我一定坚持，我嘛袂让你做主啦。玉慧已经娶林梦啊，啊偏偏那艾米又搁坚持要甲大芳交往，看这个办事吼，这个厝的吼。大概就要开始头壳疼。玉妹，今天是咱结婚的日子，你又果是新娘，敢会当较温柔的？麦在你结婚的头一天，都甲大家冤家好无？这也不是我的问题啊！今仔日我的态度已经改变真济啊呢。是安怎？你就是要安尼规身躯转转去？咱即摆已经结婚啊，你嘛伫咧娘家，若是继续安尼冤落去，
以后大家是要怎做伙？你了总讲我无想要平平静静过日子哦，啊，不过伫个这间厝，其他的人，因够要好好好过日子。你当换一个想法啦，你莫把这间厝所有的人当作是敌人嘛。你改变一下心情，换一下看法，无定着其他代志都袂变成安尼啊。到底是我把恁大姐当作是敌人，还是因把我当作是外乡人？今日情形你嘛有看到啊？我是新娘，也是今仔的主角，伊应该要尊重我，唔才对。那安尼一直咧找我的麻烦，挑故意给我歹看。既然今仔日就无要帮我刷，我想要爱客气啊。是啦，大姐今仔找金大风来，确实是调工的。要么你当卖菜皮啊，继续安尼玩落去啊，大家以后是免来相处啊。根本你希望恁大姐跟金大风做伙，和金大风做你的姐夫？当然嘛无希望，要不咱唔免想想济。金大风跟阮大姐，敢若是咧交往。并无表示以后一定会做伙。咱若是无跟伊走动，伊一定会结婚的。你唔通袂记，金大风即马啥物拢无呢？伊若是想要东山再起，一定要靠恁大姐。讲较白，就是爱靠杨家，所以绝对袂离开阿咪姐。昊天，你一定要跟我徛伫个江边。我即马已经是真真正正尤太太，咱应该要共心才对。我当然是跟你共心，因为你真正无必要伫个你变作尤太太的头一天，都甲大姐冤家嘛，安尼结婚爸烦恼尔。啊，不过恁爸嘛是反对大姐甲大风做伙啊。反对是一回事，你甲大姐冤家又阁是另外一回事。即马你是爸的媳妇，也毋过大姐是伊的查某囝。今仔是咱新婚之夜呢，咱是不是应该欢欢喜喜，准备扫落来，要过快快乐乐的日子？咱绝对袂用受着伊的影响。那天要过了足幸福，我一定要过了比大姐更加幸福、更加快乐。安尼就对啊，你个想法嘛，你个大姐弯，我感觉真烦。最后咱就家己弯，安尼唔是顶多有大姐看笑的。敢问这都是你想要滴？好，我听你的，我卖计较。多谢你。你今日就听命，就欢喜。即马李友已经过一摆啊，但是 Amy 看起来也是袂当接受伊。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这个家庭维持平静？妈，爸，有一个代志想要跟你参详一下。什么代志啊？我希望你会当同意，和友会来公司做我的特别助理。这代志啊，我再考虑一下看卖。爸，昊天伊安尼做绝对不是用家己的私心，我嘛是希望会用为着公司加付出一点仔心力。是啦，我即卖需要人跟我斗相共。既然我就叫我昊天啊，我就准备一心一意为咱杨家奉献一生。
爸，你若是同意，我愿意无条件甲苏达并入伊利达，一切的利益嘛拢归伊利达所有。我有信心，我有这个能力帮助昊天，嘛因为公司争取搁较好的成绩。是啦，啊，我想讲有会有心嘛，我希望会当加陪伊者。若是爸会当同意，可以来公司上班，这应该是上好的安排。爸，你绝对袂用同意李有会来公司上班。大姐，你莫答应甲有会有关系的代志，你就要反对好无？迄是因为伊有几下届在公司闭过记录，我当然要提防伊对公司造成伤害啊。啊，若无等下代志发生再有会，安尼就袂好。大姐，我这么的已经是永嘉的新妇啊，永嘉是我的家，伊利达是咱家的事业，我伤害家己公司对我有甚么好处？想知影你是存甚么心？大姐啊，咱是一家伙啊，你就袂当冷静想看卖，卖逐面讲话咱无破好啊。不要紧，昊天，我慢慢啊，甲大姐解释。大姐，我知影过去咱有发生一挂无欢喜的代志，不过今嘛我都已经叫你一声大哥啊，咱是不是应和解？李有惠，你今嘛为着要登去公司掌权，阿妈管得这么嫩，你真正有够厉害。阿妈，好啊。我决定让有惠去公司上班。爸，你两个叫你现在就答应？我感觉有惠有迄个能力，啊，我也相信讲伊会当帮助公司。要唔够有惠啊？做助理，我有助理的本分，不用大家失望啊。爸，多谢你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，帮助昊天有更好的成绩。爸，你袂用阁继续安尼天选昊天咧，你有悔啊啦！你敢唔知伊的心机？伊既然咧有干，但是为着要为公司摕到利益，你敢要让伊安尼一步一步达成你的目的？阿米啊，啊有悔摕到利益，伊是要摕去倒位啊？伊就愿意讲无条件将苏达来并入咱伊利达，安尼敢有啥物私心？哎，我是想讲哦，你敢袂当安尼对友会改变安尼对伊的看法哦，啊不然安尼当着吼，慢两个人就过冤家啊啊！爸，你即摆在哪里怪我？爸也不是怪你，我是咧苛刻你。啊，友会有咱杨家这个私心啊。以后就是算我杨家的人啊，我嘛希望讲吼，恁会当安尼好好啊相处啊。爸，多谢你愿意接受我。我知影过去我就跟他小拍架同款，啊，不过以后我一定努力去改变的。你卖个点啊，假笑都假后悔好无？好啦，阿明，这代志要做安尼决定，我希望吼，你们一家人会当安尼。大家当伊利达分工合作，为公司打拼，尽心尽力做好家己要做的代志啊！爸，多谢你。爸，我甲有会真紧就会做出成绩给你看。大姐，你若是愿意真心把我当作今仔的看待，我嘛会知影分寸，袂阁甲你起冲突啦。有会啊。希望你讲会到，我做会到啊！昊天，多谢你替我请出。这是我应该做。而且我真正想袂到，爸今仔日竟然徛伫我这边。爸会接受你，拢是你靠你家己努力得来。
是啊，爸总算是认定我是应该媳妇啊。安尼我尽情辛苦，都拢无白费啊。那安尼你即马是不是当安心啊？以后若拄着代志，是不是咱卖用冤家的方式来解决？迄是正正伫个即个家，我无名分，阁无得到认同，唔只会较无安全感，拄到代志比较较激动啊。啊，不过即马我伫问啊，感受到爸的温暖，阁得到爸的认同，所以我心情就较稳定啊。放心啦，我会改变我的态度。啊，不过我话先讲正正哦，大姨阁大姐若是继续要刁难我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我是希望你莫阁甲因冤啊，好不好？我无需要甲因冤，若是要对付因哦，我的办法阁真济咧。有没？好天，你会怎样呢？我是你的太太，我一定要维护你的，所以我绝对袂当让别人哦来欺负咱。你听有无？我当然听有，因为我真正无希望爸阁为着咱的代志咧烦恼。你无希望爸烦恼，我嘛同款啊。啊，不过进前哦，在娘家，离房只有你一个人。即马我离房啊，离房都有两个人哦。啊，等下去过一站嘛，恁个囡仔出世，离房都有三个人，将来会有四个人、五个人。所以咱离房哦是注定比大房搁较兴旺的。这是天时甲地利造成的。啊，即马我得到爸的认同，这就是人和啊。所以我一定要为着咱地方哦，继续打拼落去。笑死！真正是安尼？是啊，即摆连阮爸都徛在那边，你讲去啦？无什么好去啊。今麦说明是的，免了谁知。要唔过我只要看到李友会哦，伫我面头前摇摆，我都看袂落去。妹妹，你莫生气啊。李友会个性啊，我是真清楚啊。咱过一阵嘛，等伊骨卡锁出来了，咱再找机会打击。你讲也无唔对啊。今麦连阮爸都咧予伊靠，就算讲哦，我安怎生气嘛无效。阿芳。还是你的头壳哦较清楚，较有见识。啊，对啦，你观光饭店那边即摆进行了安怎？告诉你。啊，是什么代志啊？无啦，因为观光饭店的租金是我用个人名义去贷款的，即摆开始要利息啊。我是想讲吼，你那边若顺利，应该有钱入来，会好周转。喂，歹势啊，我这边啊，也无任何收入的。是安怎？是不是李有志镜头给耽误掉？李有志这边是无耽误掉啊，是我这边啊。我这边招商的部分啊，遐厂商我拢会跟因正式签约，签约金我拢会摕掉。安尼哦。安尼不要紧啊，我再给你想办法。你咪真实的啊，搁要你为着这种代志操心？袂啦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啊。而且我拄只嘛只是跟你讨论一下尔。阿咪多谢你，有你这种在事业上，还有感情上，拢是你体谅大心的 partner， 我真感觉足欢喜。罗董的呀，啊，才拢几岁啊，还搁咧秘相吹，反正咧吹无人。无论是变安怎，啊，欠上银钱，提供地多啊。钱我早晚会还啦，莫甲咱目标鬼共款，逐工缀我尻川后来。罗董，你不在，有在了我怕死啊，用这条命甲你赔啦。三公，三公，我想办法解决。这是你讲的哦，
三天了后再来找你。才看会明。